大家好，星期二得道，今日是2023年12月30号，今日是星期六啦。好啦，继续来到星期六的晚上香港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详细揭露今日的时事。好啦，今日是晏了少少的，的确下波不紧要，因为我们今早呢是做了几节联合广播，所以啦时间上面有少少就调整。嗱，呢次咧，我哋繼續要同大家研究咧，就係2023年差唔多咧嚟到最後嘅交易日啦。嚇，講緊咧個樓市，嗱，到底有幾多成交會繼續進行？嗱，又有到底幾多咧塌頂咧？嗱，呢一節咧，我哋要繼續同大家研究啊，係華人置業嘅前主席啦，嚇，大樓嘅前女朋友啊，叫做呂麗君。好啦，佢喺咧2021年啊，就係、是、一宅咧就係、是、亿几出嚟咧买入呢一个咧香港岛黄竹坑嘅叫做骏环，一共咧系买咗四伙。好啦，咁啊早前咧已经同大家揭露咗啦，喺呢个冬至啊嘅时候，嗱冬至咧就出事啦，因为咧吕丽君连环塌订啊，连续咧将两个骏环嘅单位咧系塌订。好啦，咁啊最新嘅信息吓嚟到咧今日为止吓12月30号啦，差唔多系2023年嘅最后交易日啦。嗱，正确嚟讲，由于礼拜六日，所以正确嘅交易日咧应该系29号。嗱，吕丽君咧已经系嚟到咧三连塔啦，吓喺29号咧系再将呢一个叫做骏环啊嘅1B39楼嘅单位咧再嚟个塔顶。我哋继续详细讲之前，请各位记得继续做好支持六部曲嘅工作啦。首先第一，保障你个人嘅资料安全，仲有咧个人嘅安危。嗱，呢个系第一步。嗱，做好第一步之后咧，就继续做好支持六部曲，继续订阅我哋嘅频道《星期二日报》。好，请各位记得继续运用免费模式支持我哋啦。打开我哋本台嘅节目清单，欣赏播放，手动点击，加无限碌大法。敬请各位记得一定要帮手支持啦。好啦，睇翻咧吕丽君嘅案件啦。嗱，吕丽君嘅案件咧喺早前啊大楼咧刘銮雄啊嘅记招入边咧就已经清清楚楚咧讲咗，话呢一个吕丽君啊系猪头饼，竟然咧系亿几走去咧买呢一个咧30000几蚊尺啊嘅骏环。好啦，咁我哋同大家都真系叫做好认真分析过咧香港嘅经济环境，仲有香港嘅楼市。嗱，香港嘅楼市其中一个咧流行嘅讲法之一，就系香港系唔会有咧上限噶，吓越升越有，吓有人追就自然会升。吓当时咧好多人咧话喂香港楼价太贵啦，嗱当时好多地产代理咧可能会咁样答你，话贵。是冇定義的，有人買就會貴的啦。今天呢就是用一個相反的講法話俾你知。樓價跌到幾時為止平呢？嗱，個樓價跌落去是冇下限的，嚇冇所謂咧幾時係平。既然貴冇上限，嗱平咧都冇下限的，嗱有人沽就會平的啦。個價格咧係由 XX 咧去到零不等的，即是話咧。甚至乎會有負價格的，知唔知啊？各位，嗱呢一個中國大陸咧部分嘅樓宇啊，就係、是、出現咗負資產嚇，唔係講緊咧你借錢太多，而係啊要貼錢啊將間屋咧送出去。嗱，因為咧樓宇咧係一個債務嚟嘅，其實嗱喺日本咧都有好多咁嘅情況，大家知唔知道咧？有啲屋咧喺日本，如果你願意接收咧，係有人會送間屋俾你噶。就是因為咧，其實你做咗業主，你有好多稅務咧需要你負責噶。好啦，咁啊，今時今日咧，香港嗱，其實你話所謂買樓，其實都係一個咧好重大嘅債務嚟噶。嗱，按照翻原本嘅講法，嗱越升越有，有人追就得啦，30000几蚊一尺冇問題，可能咧會升到40000蚊、50000蚊。嗱，冇錯，你冇講錯，如果有人買嘅話。但是而家你是清楚數得到的，到底香港的購買力咧係有幾多？嗱，用條數計下咪知咯。嚇，你睇下咧，親海逸啦，當時咧號稱有幾多人排隊。再睇埋咧係元朗嘅 YOHO West，
嗱，你就知道到底個購買力咧，即係同股票差唔多啫。嗱，個價格個位置集中喺邊個位置成交？嗱，呢一個咧就係現時市場嘅購買力嘅嚟噶。而香港最恐怖嗰一樣嘢咧，唔係而家個購買力有幾多啊，係個未來個購買力會下跌幾多啊？呢一個先至最恐怖。嗱，再加埋偉大嘅香港政府啦，嚇，唔係同你搞國安咧。就話咧係要搞國家機密啦，嚇又要拉呢、這個拉嗰個啦，嚇得閒咧又唔知點解又放走兩個，嗱好奇怪噶，嗱反反覆覆，嗱咁到底香港仲有咩投資者咁熱愛香港呢？除咗喺香港長大好中意香港買樓嗰啲人之外，嗱其實個數量同個數字係有限噶，嚇最近咧據說個租務指數咧係上升，嗱有啲人咧就話誒個租金仲咁硬淨。嚇！咁你仲快啲買到間屋？嗱，個租金就算個指數真係上升，嗱，我都唔質疑咧佢嘅計法啦。嗱，我當真係個租金係上升。嗱，首先你要問一個問題啦：租金嘅升幅係咪已經可以彌補個利息嘅成本先？嗱，因為以我所知，嚇嗰一啲繼續咧話唱好嘅人咧，其實引咗啲數據，引用個租金指數。嗱，我當個租金真係上升，嗱上升嘅百分比係咪足以填補而家個利息嘅差距先？嗱，呢個問題你要回答嘅喎，嚇唔係話升咗 0.01 就你贏咗嘅喎，嚇呢個辯論咧，我哋預咗咧有排要繼續嘅啦。嗱，你睇翻個數字就知道啦，就算我計算租金上升。其實個上升嘅升幅咧係有限嘅，係不足以咧係彌補而家咧個息口個落差嘅嚇，因為咧借錢係有成本。嗱，如果真係咁好租，咁你仲唔喳喳聲，嗱嗱臨快啲買多間，嗱梗係唔得啦，唔係你想買多間就買多間噶嘛嚇，買樓供樓，喂要過壓力測試噶嚇，要俾首期噶。嚇！你仲要留翻啲現金，仲要補倉噶嚇，因為銀行有機會咧會 call 窿嗱，所以啦，你話個租金稍微上升咗0.几%嘅指數，就代表個香港樓市有得救嗱？呢一種講法咧係非常之不負責任嚇，又唔符合邏輯。更加進一步嚟講，其實租務市場同購買樓宇嘅市場咧係截然不同嘅市場嚟噶，甚至乎係一個咧叫做相對嘅市場。多咗人租樓，更加係意味住咧少咗人買樓嚇，所以啦，中國大陸咧有咁多專才走落嚟啦，佢根本咧唔會同你做人世噶嚇，所以啦就係咧租樓去取代，所以咧個租金個指數微微向上升係真係有可能噶，所以我都唔同你爭拗咧個指數嘅計法。好啦，但係我哋同大家都揭露過噶啦，嗱香港嘅租金回報收益咧。同世界各地相比，即係例如而家大家都可以去到啦嘅英國咧，其實仍然係冇得相比嘅嚇，因為咧香港由於個樓價太貴，所以咧個租金回報率咧，以投資回報嘅角度嚟講，香港個租金回報率係好低嘅，差唔多係低過曬所有世界各地嘅大城市嘅。所以啦，如果你講租金收入咧，香港唔好意思喎。就算個租金上升，仍然係大幅度咧，係落後全世界嘅。嗱，所以啦，講經濟話題，嗱，其實我真係好在行嚇，我本身就好中意研究呢啲問題嚇，因為我哋呢個本台節目啊，本身係一個咧係詳細講解經濟問題嘅王牌時事節目嚟噶。好啦，講翻呂麗君嘅情況啦。嗱，雖然咧大樓咧就評價呢個呂麗君係豬頭柄。嗱，我公允啲去評論嚇，佢都豬唔曬嘅嚇。而家知道咧，要叫做壯士斷臂嚇，嚟個三連塔嗱，咁啊第四連塔咧應該都會出現噶啦嚇。正所謂一不做二不休嚇，一件烏兩件衞啊嚇，還掂都塌咗三個啦，唔爭再塌埋第四個啦嚇。你要俾人追都係要俾人追噶啦嗱，你再30,000蚊尺買落去咧。保證你有排輸嚇，而家個尺價咧已經跌到咧落去10,000噶啦。雖然唔係香港島，但係香港島咧嚇，我諗咧15,000-16,700其實都極限噶啦，差唔多嚇。而家呢一刻啫，未計咧再進一步咧受到打擊。同大家都講過啦，香港嘅傳統經濟旺季咧就喺聖誕節之前，仲有農曆新年之前。嗱，距離農曆新年咧剩翻唔夠2個月啦。大概咧個半月嘅咋
但係你已經見到啦，香港個成績表你而家睇下都知道咧，係差到不能再差。嚇，試問下年有咩企業同你講我賺大錢要加你人工啊？喂，俾商量你啦，俾 bonus 你啦，你多咗好多錢可以供樓啦。嗱，好明顯係冇嘅。咁下年個樓價你可以想像到嘅，而家一定係睇低一線嘅。嚇，我唔好用個大跌嚟形容啊。一定你可以預計下年有能力供樓、有能力買樓嘅人個數字又再下跌。嗱，咁所以啦，而家呂麗君咧出嚟啊，三連撻，其實是正常的事情嚟噶，證明佢咧由一個瘋狂的投資者咧，呢一刻變翻做一個理性的投資者。好啦，所以唔好再講啲無謂嘢啦，我哋已經恥笑咗好耐啦個講法。嗱，你係冇可能同我講咧，我自住，我唔驚。嗱，你自住咧，除非你咧係火影忍者啦，如果唔係咧，你冇辦法分身噶。嚇，你點樣同我講住四間盡環啊？喂，嚇，你真係識分身噶，定有隨意門啊？嚇，你有隨意門嘅就唔使住盡環啦，係嘛？嚇，住愛爾蘭都得啦。嚇，所以大家唔好忘記啦，歸根究底，香港覺得要買樓嘅原因，其實係同個距離係有關係嘅。隨住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消失，嚇轉移咗去其他地方，香港嘅距離啊，本來你諗住住香港就係喺國際金融中心翻工啊嘛。嗱，個距離咧開始越嚟越遠㗎啦，你同國際金融中心，所以咧個樓價下跌係好正常噶。嚇，如果你有隨意門嘅，你住火星都得啦。嗱，呢個就係所謂嘅叫做龍脈轉移啦。當龍脈轉移咗嘅時候，嗱，你仲係記住以前個價格，呢個叫做咧黑舟求劍。好啦，我哋今節同大家暫時講到呢度。大家好啊，嗱，我哋咧。早前咧，我哋有介紹過大家用 VPN。嗱，咁啊，最近咧呢個 ShakeShark 嘅 VPN 咧就聯絡我哋本台，佢哋咧就贊助本台。嗱，如果閣下咧嘅 PIA 係到期嘅話咧，就可以選擇咧就轉到呢個 ShakeShark 嘅 VPN。嗱，新聽眾如果有需要啊，亦都可以購買呢個 ShakeShark 嘅 VPN 贊助我哋。連結咧，我哋放咗喺下低。其實咧，總共有呢個六大優點啊，咁啊可以咧大家認識一下呢個 ShakeShark 嘅。好啦，首先你系咪会关心喺网络上保持私隐同埋安全呢？嗱，咁样我哋咧就会向你介绍一款优秀嘅虚拟私人网络服务供应商，叫 ShakeShark 嘅VPN。嗱，咁啊串法咧 SURFSHARK。嗱，佢咧我呢几日咧我都开始使用，咁啊速度亦十分之快嘅。好啦，第二 ShakeShark 通过加密你嘅互联网连接。確保你個人信息同埋數據得到最高程度嘅保護，唔理你喺用呢個公共嘅 WiFi 定係瀏覽敏感資料 ，ShakeShark 都係你強大嘅盾牌。好啦，第三點 ，ShakeShark 擁有幾百個伺服器嘅地點，等你可以享受到咧更加快嘅連接速度，同時瀏覽全球各地嘅內容，無論你喺邊度。第四優點 ，ShakeShark 承諾唔會記錄你嘅瀏覽活動。確保你嘅私隱完全受到尊重，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呢個互聯網。第五啦，唔理你係用呢個 Windows 啊，呢個 Mac 機、Android 定係 iOS，ShakeShark 都能夠喺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確保你嘅私隱同埋安全。嗱，第六啦，海外用戶可以用 ShakeShark VPN 咧就睇 Viu TV 節目。嗱，因為大家知道啦，好多節目喺佢有指定地區，譬如有啲地方台灣睇唔到嘅，有啲地方歐盟睇唔到台灣嘅網站嘅，但係你一個 VPN 就可以搞掂曬啦。總體嚟講，佢係一個簡單嘅、強大而且可靠嘅選擇，等你喺呢個數碼世界自由瀏覽，咁啊亦都唔使擔心私隱同埋安全問題。咁啊而家就試下啦。